29岁嘅 TVB 小花何咏卓 Honey， 除咗做主持同演员，仲系一名潜水教练，成日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做运动，中意上山下海之余 ，Honey 半年前仲开始做 gym， 依家一个礼拜做足六日，唔怪得身形咁 fit 啦。昨日佢再分享咗条做 gym 片，着住瑜伽裤同埋心口开窿嘅 sport bra， 仲踎低身举重，棒拍双围显露无畏，事业线深不见底，仲话自己要大 pat pat， 睇到唔少网民都流晒口水啊！但系有细心嘅网民发现，帮 Honey 揸机影相嘅男人唔小心入镜，仲怀疑帮手揸机嘅就系 DJ 嘅成员添。即刻令人联想翻旧年阿 Tim 嘅老婆杨乐婷半夜喺社交平台留言，话老公背叛自己。虽然两公婆之后澄清，凑仔压力太大先会咁样，但都有人怀疑佢哋咁样讲都系想息事宁人。所以今次 Honey 嘅健身 Buddy 竟系阿 Tim， 都难免令人猜测啊！究竟 Honey 系咪同淫妇单独做 gym 呢？就在网民鼓嚟鼓去的时候， Honey 再铺张相和健身 Buddy 的大合照，当中的确有阿 Tim 粉，不过 Honey 这样做似乎都是证明自己和阿 Tim 没事，其实整班人一起做 gym 都很正常，大家都是不要乱想了。